这地方我一定要撸，因为你看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挂机，然后一个勇一直抢我野，哇，失误了。一开始先说好，我有先说好要打野。基本上你都不清兵线了，刷起来了。重点是，基本上他就自己吃野，我兵线那些都不清了，然后有利可图的时候就是来剪头。哇，你看他在吃野，中路这一波他可以来打的。前面一开始其实我真的是没有打算要录，只是打到后来真的很生气，因为他就直接抢我野，然后有时候会挂机在站着，然后就补我尾刀。对，我们不行，他们亏人在。这
也是他们的一个失误。应该就是有时候会挂机，然后在的时候就是有头啊或什么的，就是一直尽情来收。当然是我的一个失误。哇，可惜，现在挂两个挂机啊，真的啊，一个讲烂着的，真的是不用打那么辛苦啊。你看，他就堵在这里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，然后又抢我野。这个真的难打，他们会吃凯撒，没有。复活甲被我打出来了，不过我们这边要清个兵线。我猜我会开凯啊，但我这边自己开起来是相当危险的一个举动。那张我就可以吃，那张我确定吃得掉。我们是打算放，有想过要放中路，只是我相信一定不会很积极。这三个，所以我们就直接一波偷塔。哇，可惜给你投失败了。
这波真的就不应该啦，没想到去投了，这个真的很难打，我也尽力了。我只是想说啦，就是玩这个真的就是开心玩就好了。我还吃野怪，我吃的他还下制裁，就是硬要抢我的，就先站在旁边，然后等最后那一下再打下去，真的会让人家很不爽啊。那个牛魔王挂机就算了，那个勇就是等啊，等时间啊。然后再趁最后一下的时候再收掉，真的很不好啊！开开心心的打游戏，为什么一定要弄成这样子？太让我赞了。后面是有失误啊，我今天其实失误真的蛮多，我就不检举啊。我们数据的，好啦，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赞，然后按个订阅，也可以开个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收到及时的发片通知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